啊，我是游刃有余小伟。哦，今天出发比较晚，因为中午真的太热了。然后来到这边，现在大概接近快6点。今天可能也是天气好，整条堤又客满了。然后我又找到一个位置，也都还没用。待会我先用，然后待会我会介绍我今天带的钓饵跟绑法。那就先这样。大家，我介绍一下我今天带来的钓饵。这个是我已经切好片的白带鱼，然后这个是我有腌过的虾仁，然后这个是只有用过盐的。今天的钓组我就是用这个样子，哦，所以等于它是都贴底的，然后我每一个都是绑2钩。然后准备了2只长杆，然后一只路亚。那我先把沉底放下去，再来用路亚。今天小我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，全场就只起了一只小石鲈。然后今天钓乌鱼的大哥今天还没来，不知道会不会来。路亚的部分，mino 软虫、铁板也都没有咬。然后沉底有咬，但是饵很难消啦，都是大概装一块会剩半块。希望我撑到天亮会有机会，希望有机会开壶，因为都有抖，但是它的抖动的真的都是非常的小。各位现在大概长满，然后我卵虫一直有被咬，那我不知道是什么，都是拖然后咬走，但是很难中钩，连续好几竿了，又咬然后又没中，我猜应该是白带啊，因为它是水咬水面的。很多竿了，连续咬4、5下应该有，而且拖很飘就好，不用拖很底。我觉得蛮有机会的，希望可以看到是什么鱼，又咬又没中。天哪！各位连咬，然后都开不中，我的沉底咬了今天的第一竿，然后这个饵是用白带鱼肉，但我比较想等它大弯，我们再来起，又咬，哦。天呐！开不中哎，我待会我再抛几次啊，待会换 mino 好了。我在想应该是白带啊，一直收，一直咬，然后都不会中，太奇妙了。又咬，好，现在我盯着就好，包中了。
好像有机会哦，各位。哇，又掉。为什么这样咬不中哎？每一杆都有咬，然后一直掉哎。好像咬了，我硬开枪它就会掉了，但我看不到到底是什么鱼，然后都是拖回来的半路突然咬，又咬了，又掉了。我换一只好了，连续都有咬，但是就是不会中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换成米诺，应该比较不会掉。我觉得它可能是有咬，然后含着尾巴，然后勾不到。用咪咯，如果它真的有咬，应该就跑不掉。哇，咪咯不敢咬，只咬卵虫。太大只，不知道是尖梭还是白带，可是白带不至于每次都放枪啊。完全不咬，怎么会这样？只咬卵虫，那卵虫我钓不到啊，起码咬五六下有了、欸。后面有人中鱼了，他前打客，然后他们在煮网子，然后我的第一只鱼不知道会上来，现在大概已经超两点钟了，然后现在潮水是最满。Mino 完全不咬，我们再抛两杆试试，再换卵虫。可能太大只了、啊，因为 Mino 还蛮大只的。
难得连续咬，还蛮开心的。我的要破纪录的鱼就在这了，但是可能不大只，尖梭的机会可能有，因为吃蛮飘的，咬的话。可我沉底应该是开壶了，刚抖还蛮大力的，回阳竿看看。好像有，各位，有中鱼，今天的第一条鱼，各位，终于开壶了，整整钓了8个小时多，开第一只小石鲈，把它放掉。好黏哦。虾仁种的这个是今天小芳也有来，然后他买了一些剑虾，然后他走了，所以他把剑虾给我，然后把它用完。刚沉底有一杆拉的还蛮漂亮的，有稍微出现，可是没有中，有点可惜，上一杆而已。然后现在是长满了，看会不会有比较大的进来。然后我刚卵虫一直咬嘛，后来换了就开始没咬了。然后现在抛铁板试试看，因为铁板抛的距离又更远，希望。因为铁板跟 Mino 如果它有撞，基本上都要撞，因为铁板跟 Mino 后面都是三叉嘛，然后钩子比较多的机会，其实它只要敢撞，基本上都会中。好，我在猜，有可能是小白带，很小的白带。都有中鱼的白带，真的是白带，果然这个水花就是白带。我换一只比较小的 Mino 就可以了，而且还有连撞，我刚好开灯来不及，也不大，超2指半。
nice. Guys, 现在大概是4:15左右，然后我也差不多该要走了，不然待会回去又跟上次一样又塞车。然后今天感觉甲耳的部分还不错，但是我一直没有起鱼，除了那只白带，我大概放枪，我看应该超过15次左右，就是一直有来撞，然后会含住，但是开不了枪，开了就掉，或要引拔就掉。到最后，因为现在已经都没咬了，但是我一直什么咬真的还是不知道，感觉是真的还不错啦，但是真的没有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鱼，我猜是白带，但是也不应该都起不了鱼啊。那今天的战绩就是一只小石鲈跟一只白带，算没有敲龟啦，但是还是破不了记录，所以这样就是我下一集又要继续在渔人码头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，麻烦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然后谢谢各位咯，那我准备要开始收了，那就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